四圣兽有五只，合体合理。那我们这章节还不错，它可以选两个羁绊，我们就选另一个羁绊吧。神风的轻盈针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这个哦，真的有人在看。那很好笑、啊，放四招之后会自动出现第五招。为你加油。一起看吗？バンさんもこちらにいらしていたんですね。そうなんです。ちょうどやっていたのが思い入れのある作品だったもので。せっかくですし、よければ一緒にお茶でもしながら鑑賞していきませんか？那种行动电影院吗？这种的现实没看过。前辈控，刚刚四圣兽的武器都不一样哦，这我没注意到，有看他好像在咻咻咻，这技术党慢慢来。你这么突然进入演艺圈，没有遭到反对吗？噔噔，你是说家人或父母吧？他们很快就同意喽。哼哼，真是故意。哼哼。鳳凰芸家や聖杯の総長はこう呼びます。終わりの聖者と。可怕的姐姐，自由选择归宿和行动的时间有限。趁着还自由，你想干嘛都支持你。最后，本当に良かった。バンさん、私が見落としていたところに
目を向ける機会を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你们在聊天都不好看。正式公演，有些东西想让你看哦。青龙拿刀，玄武拿拳套，白虎拿拐棍，朱雀才是原本的上刀。好累哦。この世界が愛おしくてたまらない。ジュディス先輩やおばあさまたちが息づく今、フィナさん、あなたが愛し守ろうとしたこの世界が。かの揺らぎの地に向け第五位殿が立ちました。フィナ小姐、これでその日までに最低を下す判断材料は揃うことでしょ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では彼の地での印が揃い次第最低を下します。この世界を、大切な人たちをこれ以上揺るがさないためにも。通常当圣女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可以看两部。ブレイブリーレジェンズ、炎の覚醒編。到路飞那是谁呢？目覚めろ、俺の中のオーラ。さてと。凯文的姐姐。完了，有点印象，但忘很多。哦，但是他最后怎么了？我看看啊。辺境の荒野を颯爽と駆け抜けるシスターと少年の二人旅。我看到那个、啊、以前的。絶賛公開中。宝宝到了小说再回去看。さてと。本日はご来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もなく2番スクリーンを開場いたします。上映マナーをお守りの上、之后再看，之后再看。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ませ。さあさあ、ぜひ見ていって。再去回味。后的机会，我看长靴猫咪。本日はご来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长靴吗？长靴咪咪还没看。二番スクリーンを開場いたします。上映マナーをお守りの上、ごゆっくり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ませ。我
勇气传说的雅尼没看到。不错的电影。各种的伙伴，萨迪，我印象比较深的都还是那些猛的剧情，跟小爱他们。我 FC 跟 SC 玩过很多次，之前有说过，但萨迪我就只玩过一次，我印象中只玩过一次啊，就他的最后的结局其实蛮触动我的，我就很难再玩第二次，不想要让那个回忆有不同的感觉，就第一次的那个最后的感觉，我觉得太棒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再玩第二次。这样不能要，一开始就要选。从自到三人力，那我肯定会玩了。毕竟其实以现在的角度就或者这样整个的精致会玩。那这我们差不多来看看啊。来看勇气传说，我们这边也再来。我印象最深刻，其实就是最后大家那样子离开的那种感觉啦，就一路努力，然后最后大家离开，哇！然后还是我们的两个男生长辈先走，正跟那个红发。拍得不清不楚，哼。实际用意的人。看得很烦躁，所以只能找又打一次。莎莎，雷恩的门从之前的我有看啦，那有特别去找，对啊，所以我都了解。想得太复杂，莎莎，好，长靴Missy。
我玩的是不是从之前的版本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去玩，但反正那时候都有再去查。